茶，那是妈妈说的魔法水。你看你喝这个魔法水，依依就没有咳嗽了。哦，就又就准备喝多多了哦，不可以说。会不会成为一个噩梦？哦，不可以说，我爸爸会说。好了，不要玩。啊，先喝完这个魔法水。嗯，那个魔法水是用什么做的呢？苹果。哦，用苹果做的魔法水啊，还有加洋葱，因为我加了洋葱，所以太好喝啦。还是杨枝。有还有加冰糖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哇塞，要给妈妈冲。妈妈有加杨枝吗？啊，嗯。那个碗。有吗？你妈妈洗。洋葱。洋枝嘞。没有羊汁，什么羊汁？还有加那个小羊下去煮哦。你要连连看，来一来你的椅子，来这里坐好，连连看。椅子在后面，在这里。爸，你看。好，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，好，坐这边。你看，我在写字呢，你看喽。嗯，孩子，你来点节奏。你看。嗯。我看你在写字，哎，怎么写的像鬼画符一样？鬼画。嗯。今天的节奏快要到了。